煞咱咧出电炮，咱一定爱传这个槟榔粉、面粉。啊，不过咱即摆又改啊，吼、哦，咱传面粉尔尔，粉甲槟榔无咧传啊。咱已经拍破这个地，虽然有一挂人真反对，不过为着咱配合着一挂社会观感，咱无爱让咱这个民间就会嫌贵，方面讲哇，咱这种是电头烟啊，方面这个感情无好安尼。好奇啊，然后人家就说吃槟榔会提神啊之类的，然后想说、哦、有时候很累，要不然试试看这样。嗯、好奇就尝了一口，就觉得舌头很麻，然后一直冒汗，对，就变得很热。吃槟榔比较暖和。嘴巴合不起来，看起来就脏脏的，对啊，然后女朋友就比较不想要理你。这是假的，这就是吃槟榔，然后那个开始从中间破一个小洞，然后慢慢的，因为你一开始是咬，到后面换这边。形象不好，因为不是这样子，会吃的乱七八糟，然后乱吐。我们就尽量是以劝导，对，然后久而久之，团里面如果大家都没吃，你是有吃的，反而是突兀的，大家就啊，莫卖莫加薪，没安那，收回胸标吗？有 啊，不好看呐、啊。对，然后如果你吃的话，你很难去约束团员们，你团长自己本身就吃，那你凭什么去约束我们不要吃？就自己以身作则，不要看。小豪23岁，不吃槟榔。我阿浩23岁，不吃槟榔。我吕胜20岁，不吃槟榔。我也好19岁，我绝对不吃槟榔。我肖伟18岁，我吃大冰。